幾年咧，我喺科技園工作咧，就幫好多青年創業嗰啲人士咧，去幫佢哋去製造呢啲咁嘅創業機會。咁發覺其實佢哋喺創業嘅過程咧，都有好多林林種種好多唔同嘅問題嘅。咁其實如果有科技局嘅話咧，會有一籃子同埋一連串嘅一啲制定嘅措施咧，去幫啲年青人點樣去創業。其實可以俾到下一代年青人係有好多機會，令到佢哋係可以發展，同埋有另外一個道路出嚟。其實科技係知識型經濟嘅好重要嘅一個推動。咁如果有科技局嘅話咧，喺香港喺亞洲甚至全球咧，其實係可以佔一席位。我哋如果係可以有一個好好的措施和好好的政策推動的話，香港是很有機會成為亞洲一個很重要的科技之都。我希望是可以盡快可以成立一個科技局去推進這件事。多謝大家。